大型扭蛋机通通有奖，而且还会旋转哦。我没有摆仓。我们现在在西门町这边有一个超大扭蛋机耶，我们来玩玩看吧。妈妈，我先按一再按二，一起按好吗？等一下哦。二。好，它现在在转动。我也不知道在转什么，哎，有了，有一颗，来，蓝黄色的大球，哎，哦，里面是什么？这还蛮大颗的。对啊，这是兔子造型的，好可爱哦。塑胶的，然后整个吊，它可以挂钥匙，也可以挂在包包上。扭蛋机应该很好玩吧？好玩。大型扭蛋机好玩吗？而且有机会可以抽那个耶，我好想要娃娃哦。我也好喜欢娃娃。这个很可爱吧？对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以为我很雷，结果。